上帝，可星期天休息不也是上帝的意思吗？好吧好吧，我哪儿也不去。这是何苦来的呢？你跑得了吗？哥，姐，我错了，这是头一回，也是最后一回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允许这事儿发生了。任打任罚，你千万别叫警察。谢谢。你是怎么办吧？我，你跑什么跑啊？让他赔，我赔，我赔。裙子多少钱？1800。怎么那么贵？这是620块钱，我身上钱都在这儿呢。大哥，您看，大姐，你拿着。你刚才说过的话还算话吗？算数，算。你走吧。谢谢，谢谢大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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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鞠躬呢，谢谢了。谢谢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儿。我请你喝杯汽水吧。好吧。
你也别说，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还挺漂亮。别理你的，我叫陆小阳，在银行工作，你呢？别理你的。嗯，我叫昌平，不是北京人。是运动员吧？嗯。我要谢你，请你吃饭，什么时候你要是有空有情绪就给我打个电话。我没名片，而且老在外面跑。嗯，没事儿，那说话算话。嗯，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别走，没给钱呢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给您。别走，还没找钱呢。你还追起汽车来？马路上那么乱，让车撞了怎么办？哎，你就不能让我少操点心？哼，离比赛没多久了，你要是真出点事儿怎么办？这么大个儿了，怎么老跟孩子似的？哼，啊，咱俩总不能白忙活吧？教练，嗯，那天我追出去啊，不止600多米，而且啊，越跑越快，我觉得我能跑400和800，你就让我试试吧，啊，是真的。山上课本上说，形形色色的飞机都想上天，可天空呢，挑剔着呢。来，试试还不行吗？来，让我试试，试试。你的假腿如果在左边，我会考虑的。不就弯道吗？我可以的，真的。你练什么我说了算。来，嗯，起。嗨。嗯，一往所称了。谢谢。小杨电话。哎，来了，我先过去。嗯。喂，哪位啊？我是啊。哎，你好。嗯，我没什么事儿。好啊。哎，好的，再见。小姐一个月挣多少钱？嗯，相当于一个大学副教授吧。我们吃的不是银行贷款吧？啊、哦，当然不是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来吧。谢谢你为我讨回公道，来，干杯。干杯。
你别说，那天你真跟超人似的啊，我到现在还跟做梦似的呢。没那么悬。哎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求你。说吧。哎，等等。啊。咱们先说好了，如果还是什么追车之流的事的话，你找别人去吧。可别再提追车了，我呀有个女朋友，最近想和她的男朋友分手，可又不愿意伤害她，这种事情又没有什么好办法。我觉着你挺有招的，你会不会有什么好办法？嗯，其实很简单，让他把漂亮的女友介绍给他男友认识不就行了？嗯，怎么了？我说错了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我是说他们已经好了好几年了，那时候那个男孩刚从美院毕业到北京，那个女孩一直帮助他，看着他能成为一名艺术家。后来那个男孩不画画了，办了装饰公司，他反而不喜欢他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可能是因为自己太平凡，想嫁个成名成家的男人吧。他觉得他的男朋友背叛了他，背叛了艺术。你想啊，他整天领着一群民工走东家串西家，一张嘴就是吊顶啊、抹缝啊、刮油腻子，腻子，你听听看，多恶心，多烦！他本来满心希望他是刮油彩的。嗯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话题你不感兴趣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有点不太明白。干嘛非得嫁一个名人呢？又不是给火腿肠做广告。哎，你干脆劝你女友把她男朋友培养成个建筑师不行了吗？倒也是啊，他舍得花100块钱给他女朋友买只苹果吃，可是却派一个小民工陪他去看病。我是不是扯远了？哎，你单独陪我吃饭，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？是不是特别漂亮啊？刚才你是说自己？那你说说你自己。我的经历很简单，小时候特别淘气，喜欢打架，真的也喜欢踢足球，后来被选入军区足球队。待着别动。哎，那后来呢？啊，后来，后来我随部队上了前线，双肩擦过死亡，这都从书上看来的，我挺喜欢。真看不出来你还打过仗啊。你看不出来的东西还多着呢。难怪你这么想得开，愁事儿和你一说就没什么可愁的了。我可不行，在别人那儿顺顺当当的事儿，到我这儿准出乱子，墙都也走不过去。哎，没错，那么多人过马路都没事儿，到你这儿就造成了那么大的经济损失。再后来呢？后来打完仗转业回家，既没成名也没成家。是家庭的家。我看我们也该走了。我怎么跟你联系呢？你找我不太方便。啊。还是。
再见。再见。喂，请呼3550。向贵姓？长平。请您留言。有事请呼我，我的呼号是80991833，呼6036。摆臂，臂摆起来。一川，你要加大步，你要注意摆臂。哎，再跑一个。我就不信我两条腿跑不过你一条腿。好，开始。再跑一个。行啊，来吧，我看咱们再。行了，我看谁还跑。够了，下课。怎么了你？他准又是变卦了，不去了。他现在来了，我也不去。好，这就是。哎，人家不是忙吗？那就让他忙去吧。多少回了，这回我非跟他吹了不可。吹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和谁商量了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正和您商量的吗？大鹏哪点待你不好？我看呐、啊，单就说花在你身上的钱，就够买架飞机的了。妈，您知道一架飞机值多少钱吗？我是打比方嘛。我们医院有些年轻人总想找个大款找不着，你呢好不容易瞎猫碰上个死耗子还不知足。我要是嫁给他呀，还不是像您跟我爸似的，多少年同床异梦，到了还得离婚，想起来就害怕。我就不明白你们早干嘛去了。嘿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当初不结婚能有你吗？我和你爸那么多年，唯一不后悔的就是生了个你。其实我是说您可以过得更好。若是和我商量，我看你是扫清障碍来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人家大鹏把心都掏给你了，你可别做对不起人的事儿。要不然我早就跟他吹了。哎，你呀你，考大学考不上，想当演员没当成，要死要活的谈恋爱吧，好好的又要吹，不行。喂，啊、哦，说曹操，曹操来电话啦。喂，你好，我没事，我没生气啊。改天，改天就改天吧。不过我带两个朋友一起去。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好吧，我没别的事儿，再见。小杨，你说那个女的是谁呀、啊？嗯，是马娜娜，她说她一个人待着挺闷的。哦，是不是管爱迪生叫爱油生的那个？还有饭吃吗？吃饭？吃什么饭？连澡都洗不上了。我看谁跟他练谁倒霉。洗澡是吧？
来，给你洗啊！哎，你想干什么？快洗！别呲水，太凉了。洗！哎，接着，拿着。哎呀！别让他呲了，喂，别呲了，别呲了。痛快，喂。你不穿的行不行？啊？你还嫌腿不疼？是啊，我怎么会那么虚荣呢？对了，今天晚上的会不开了，白教练给了女儿开家长会，我们放假休息。好，那咱们出去玩玩。啊？不行啊，我得去趟游泳队，我媳妇眼睛看不见，我得给她剪指甲。我知道您工作忙，可全班46个学生，这92个家长，谁的工作不忙？如果92个家长都像您一样，把孩子推给学校，推给老师，那我们的工作量就要增加多少倍？我让白山给你带了2次条子，请你到学校来一趟。你知道白山怎么说？白山说，我爸说了，友谊运动会比我重要。我，白山的妈妈在国外，管孩子就是你应尽的义务。我对你的要求很简单，希望你多关心一下你的女儿，让她把精力从武侠小说上多往学习上挪一些。时间不等人，最后的冲刺已经迫在眉睫。在激烈的竞争中，不进则退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。到时候，如果白山考不上高中，您就不要怪学校没有尽到责任。不会，我怎么能怪学校呢？不可能。要怪，也只能怪老师，就像运动员成绩不好，要怪教练，而不能怪田径队一样。哎。白教练不是说让你拿2块金牌不就完成任务吗？那不成，我想的是什么？破一项世界纪录。好想法啊，我们那个级别强手如林，我的目标就是保住银牌。不会的，我想你肯定能拿块金牌回来啊。嗯，可别是白教练。不是，陆小阳约我出去吃饭。要是陆小阳真像你说的那么好，定下来，别犹豫。想什么来着？我不过是碰巧帮他一下，根本没别的想法。人家有男朋友，咱还有个自知之明呢。哼，说的倒好听。那你跟人家一趟一趟去吃饭？那人家请，又不好不去。再说了，阴天打孩子。闲着也闲着，别嘴不对心了，你小心点吧。
不错嘛。啊，你也跳得很不错。是吗？嗯。认识你很高兴。我也是。小杨那儿有我的电话，有空多联系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王先生，哎，那就这样。好的，再见。娜娜，上车。嗯，有空联系。哎，好的。再见。嗯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汽车慢一点。嗯。注意安全。谢谢你。这是你刚才落在桌上的。今天我。今天怎么了？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我给忘了。我也真可笑。以往都是他安排我，可今天我安排起他来了。对不起，我那天在餐馆里，我不该出那个坏主意。我也没有怪你啊。让你练弯道，你又伤了；让你休息，你干嘛呢？过来，我不才踢了一脚，以后不踢还不行吗？啊！组委会通知你参加报告团去报道了。啊！我做报告啊！我做报告不行啊！要做报告您得去。我，哎呀，我去干什么？啊！我忘了，您是健全人。那训练怎么办？时间我再调整一下。我倒不担心训练，我担心你离开我之后又去赌什么娄子。去吧。嗯，强，杰林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哎，今儿怎么了？哎，今天我承包，看看工程质量怎么样？不错。知道吗？今天马娜娜找我去了。是吗？你知道她找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她找你干嘛？她对长平印象不错，想继续交往。是吗？她要是不说啊，我还真没看出来。你原来是给他们介绍对象。我介绍？那他找你干嘛呀？嗨，他以为咱们俩串通好了呗。哎，你给我买那两件 T 恤呢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你不是嫌不是名牌的吗？没得穿了。你的衣服
这些钱都是你的，还是你自己拿着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并没有打算把长平介绍给娜娜。那你打算干嘛？我想和你分手。大鹏，长久以来，我工作之余除了你，没有别的。告诉你，我整天盼着能出点事儿。我甚至假设你会爱上别人，然后我千方百计的去侦破，再然后你求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，和你破镜重圆。你简直不可理喻。和一起做生意的朋友聊天的时候都觉得冷落了老婆，可我们这么拼死拼活的干，为了谁啊？我挣的每一块钱都是为了你。我一直在努力的习惯你，可我发现我根本不能。那这事儿跟常先生有关吗？不，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。常平他怎么了啊？他算什么呀？他有什么呀？他凭什么呀？就算他救了你一回吧，就算他见义勇为吧，那我不是谢过他了吗？啊，他会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种人啊我见过多了。你都说了些什么呀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变成什么样了？那常先生呢？他又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至少他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人。恐怕他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。小杨，星期天我想出去转转，你常平要有空，我想约他。我还没有跟他说呢。说什么呀，别那么严肃，合得来就在一起玩，合不来就再见呗。娜娜，其实我跟他也不太熟，连他结没结婚我都不知道，要不然我先跟他说说，你看呢？今天我能站起来已经很幸运了。要说英雄，是那些和我一起上战场没有回来的战友们，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想到他们，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割舍的？残疾运动员的金牌的确是用血换的，不过我们为自己能为国家夺得这份荣誉感到自豪欣慰。妈来电话了。你吵架的本事挺大，换煤气还找不着人家了？我自己去还不行吗？我下班就去。那我还得饿两顿是不是啊？您先下楼买点吃的，下午我再想办法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下午要去听友谊运动会的报告呢。你去吧，反正运动会开幕之前我用上煤气就行。报告还不错，刚才我听来着，一个小伙子打仗炸没了腿，
后来回来还当了世界冠军呢，是挺感动人的。妈，我上着班呢，我先挂了啊。哎，小杨，你们家煤气还没通呢。嗯。哎，小杨，我下午没事，要不我给咱们家换煤气吧？你也不认识煤气站啊？哎，我还不会问呢，跟着做煤气罐的人走呗。哦，人家是换完了，你还不跟人家去？那倒也是。哎，要不我替你听报告去得了？真的吗？啊？谢谢。别换了才好，一口气把煤气罐蹭蹭蹭给你抬上去，要是慢一上，我觉得欠我的钱。哎，你们家住几层啊？我们家15层。哎，到了。哎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开电梯啊。好嘞。长平，啊，你心想事成，电梯真的坏了。真坏了。要不算了吧，我上楼去把我妈给叫下来，我们到外面去吃好吗？哎，哎，楼梯在哪？在那边。你在前面。前面带路。嗯，好。哎，你真的没问题吗？没问题，走你的。那好吧。我帮你抬吧，义务的，不抢你功劳。没事，我还行，你上去吧。啊，我说你就别硬撑着了，是不是觉得说出来的话就驷马难追了？你走不走，烦不烦？
还以为全世界就我最虚荣了，其实你才虚荣的没劲儿了。我帮你，你就下白台了？不就是因为句话吗？到了。到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怎么了呢？小心！当心点！妈，喂，妈，快开门呐！嗯，这是我妈，这是程平。你好。你好，快，请进。哎，进来吧。妈，电梯坏了。长平可是从一楼一直拎到十五楼啊！哎呀，那更过意不去了，都快累死了。这儿，没关系，他呀正好表现一下啊，对吧？哎，洗手间在哪？在那边。在那边。在那边吗？你要是因为他吹了大棚啊，就让他把煤气罐给我搬下去，我不用他。妈，不冲别的，就冲人家冒着生命危险为我讨回个说法，您就不能这样。如果那天被撞的是您，又眼瞅着他逃走，您还不气死啊？那天要是我呀，谁知道他追不追？您这么说就更不对了。现在见义勇为的人那么多，又不是只救年轻姑娘。再说，他要是看清楚我的模样再追，那汽车早就开到天津了。汽车都追得上，怎么可能呢？行了，你也别弄了。刚才啊，我在对门煮了几个鸡蛋，你们俩先吃去吧。好的。那我们吃了啊。来吃个鸡蛋吧。回事儿砸不烂啊。怎么搞的，在你面前就一事无成啊？这就叫有成啊。当然不能和您比了。哎，强平，我妈说啊，这满大街就找不着一个顺眼的女孩，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吧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我。女孩子吗？只要是……哎呦，我来吧。不用，我来。女孩子只要是长得顺眼儿，妈，不坏不傻，也就行了。男的就不行了，要是没点出息，一辈子叫人瞧不起。
我敢走吗？阿姨，我先走了。在这吃饭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啊。你等等我。妈，您太过分了。发现你啊，还挺小心眼儿。你没看见我妈在医院呢，那叫厉害。什么时候你要是落在她的手里啊，非吓死你不可。嗯，接着说。我不想说，什么时候高兴我什么时候说。我怎么不高兴了？我挺高兴的。真的吗？啊，真的。那好，你要是真的高兴啊，就陪我去游泳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干嘛不换衣服？我不想游。你不会游，有缺陷。你是诚心气我的吧？早知道你这样扫兴，还不让马娜娜跟你出去呢。他对你印象特好，还让我问你月面跟他联系。我是无心插柳，柳成荫了。对不起，我想我该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，譬如可以去找马娜娜。哎，你别走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我最受不了就是你优越感太强。你可以拿任何人任何事情开玩笑，可马娜娜是你朋友，知道吗？你可以帮她或者不帮她都没关系的啊。我知道你希望别人捧着你哄着你，可我做不到。如果你觉得这样没意思的话，不愿做这个朋友，咱们这个朋友可以不做了。不服，快点快点。再比一个。
多少？你啊，12秒23。他呢？13秒39。他怎么了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没事儿，我们又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运动员突然成绩下降，不外乎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受伤，要不就是谈恋爱。他最近有什么情况？你说他啊？我们那儿连耗子都是公的。哎呀，你告诉他调整一下。好。谁把呼机带进来了？啊？还真是个女的。怎么这么脆弱，刚赢你一次就受不了了？哼，白教练说我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他让我问你有什么思想动向。哎，你有吗？说真的，我挺喜欢陆佳阳的。一想想他，心里就那种感觉，真希望他永远不知道我有家腿，永远不和别人结婚。不可能，所以我才烦呢。我看你是怕陆小阳知道你有条假腿，不和你好了。哼，要真这样倒简单了，我去求他同意，万一不成，我买瓶酒喝了，蒙上被子大睡一场也就过去了。怕就怕他又理解你，在他眼里我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在我眼里他也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哪有你说的那么惨，残疾人和正常人好的有的是，幸福的也多了。你干嘛不找正常人？我现在说你呢，你少管我。你要是早告诉他你有条残腿，不就没这事儿了？开始并没有想瞒他，也没有想认识他，他有什么开始啊？何况别人还有一个一表堂堂的男朋友呢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好训练，早起早睡。白教练那边怎么交代？怎么交代？别不打自招了，等打了再招了就完了。咱们这儿没有杨小姐吧？有没有杨小姐你不知道啊？可咱们这儿是404-3485啊。咱这是不是404-3485你不知道？还不是我这电话。喂，哎，会不会是找我的？有人管我叫杨小姐啊？等着。喂，您哪儿啊？是杨小姐吗？您好，我是友谊运动会集训队的教练，我姓白，很冒昧给您打这个电话。首先我感谢您对残疾人的关心，我希望您能支持我们的工作。杨小姐，残疾人能得到健全人的爱情不容易，我高兴您能排除社会偏见，勇敢迈出这一步。可是我，所以我声明我是支持您的，我赞成你们的交往和友谊。不过呀，现在时间太紧迫了，不得不给您提出两条要求。千万不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和他闹别扭。第二，
不要打断他的训练，减少见面。第三，不要分担您的烦恼。第四，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。等到给他开青龙会的时候，我亲自向您道歉。对不起，请等一下，给谁开庆功会啊？好，就这样。喂，喂，哎，给谁开庆功会啊？我还想问你呢，到底是不是你电话的？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。嘿。不是你瞎答应什么呀？哼，肯定不是。我是陆小姐，可不是什么杨小姐。嗯，那不是你，你干嘛心神不定的？我有吗？我没有心神不定啊。小林，我要求调整一下。我伤了。怎么伤的？那天我帮人搬煤气罐上楼。煤气罐，季曾，啊，是我，你呀，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，不许再假肢。你就是明天结婚也得给我拄着拐去。对不起教练。对不起，你都这样了，对不起就完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认识个女孩。就是被车刮那个，可是我们并没什么。后来，这你甭解释。正因为我理解残疾人在爱情生活中的困难，所以我才没有像要求普通运动员那样要求你。但是什么事情总有限度吧？你心里明白，国家花了那么大物力人力是为了干什么？我们总不能为了个人私事影响大局吧？我反驳您一句，我这条腿也不是因为个人的事情而断的。再说了，我还不至于为了急着找一个老婆而影响训练，我没那么惨。你打过仗吗？打过。你应该明白一个战士在战场上该怎么做，该服从谁。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，那仗还打不打？您可以说我，可以批评我，可以打我，甚至可以枪毙我，可我最受不了别人假惺惺的理解我。你太敏感了。是的，我很敏感，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某一点上有个敏感点。你好好想一想，这几个月咱们是怎么过的？小董、小王、玉川，还有你自己。
你好，是找我的吗？我想找你，我就能找到你。找我有事吗？你怎么会是这样？我就这样，一直这样，怎么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还以为你在这儿当教练或者裁判什么的呢。我不是教练，更不是裁判，我是个残疾人。我没事了，我走了。干嘛不把话说完？我真的没事了，再见，祝你取得好成绩。好吗？你把号码给我，我替你呼他，整得我都不敢打电话。李大夫，你看一下这片子。就这儿。看样子骨头没事儿。全休？大夫，不是说没事吗？干嘛全休啊？我说骨头没事儿，并不是全没事儿。大夫，我们训练挺紧张的，能不能减少一点运动量？咱们别全休啊。我并不反对残疾人参加一点体育运动，增强一下身体素质，不过我认为不能像你们这样的练法。是让体育运动为你的健康服务，还是以你的健康为代价去运动？你们说呢？大夫，你还不太了解残疾人的心情和想法，你以为他们参加比赛是闹着玩吗？中医会诊的事儿，您看看是不是能安排在下一个星期？家属都特别着急。先去病房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人和人碰上很容易，走开也很容易。我
我不懂你的意思。其实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凡事不求甚解，这样你轻松，别人也轻松。要是一切都说清楚了，恐怕连梦都留不下了。可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得挂了。哎，你别挂。强平，丢了车钥匙。强平，钱都取走，以后就不再来了。我见到常先生了，你不该瞒我。我瞒你？小杨，你到底了解常先生多少？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？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出事了？他在哪儿？他的确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人。你翻翻今天的报纸吧，仔细看一会儿，你就会明白了。我走了。本来我是想从他那儿把你要回来的。为此，我不惜一切代价。看报了，我在电视上看见活人了。你可真行，交个男朋友这么长时间，连几条腿都没弄清楚，你也马虎的出圈了吧？
经理，友谊运动会的开幕式开始半天了，你不看一下？哦。观众朋友们，现在下肢肢残的运动员，男 A 六级标准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常平，高高举起了圣火。常平正在向着高高的主火炬塔攀登。看温暖的诗场，竞技场亲爱倔强，二十一世纪正在看台上为我们鼓掌。哎，经理，刚那个点火炬的运动员哪残疾啊？我们是青春之旅，他有一条腿啊，装的是假肢。不可能，真的。对，残缺一个，他是装的假肢。奉给明天，他的百米最好成绩11秒99，在汉城和巴塞罗那的残运会上，一共得了3枚金牌和5枚银牌，而且至今保持2项残疾人世界纪录。哎，你怎么有空来了？来坐。大鹏，我今天来想和你说句话，麻烦你转告小杨一下。我不知道上次聚会是不是你们有意安排的。说实话，我对常平相也不错，可我不能接受的是，你们为什么对我隐瞒了他的真实情况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残疾人就不能考虑。我实在是没有思想准备。杨小姐，您是？啊，我是常平教练。啊，太好了，我想进去看一下。哦，他在5号休息室，你一直走，往左拐，然后第4个门就是。哎，去吧。那我进去了。快去吧。谢谢。
我是不是以假乱真了？知道我是条假腿，我就是个健全人，真想留住做健全人的感觉。如果你今天不来的话，你也永远不会知道，你不该来。不想看，可是你，那是我刚出院不久，有一天。我拄着双拐在大街上走，看见两个人打一个民工，可能出于正义感吧，我冲了上去，我以为我能赢，我打他们两人，他们都没还手，其中一个说，你都这样了还帮人打架，真行啊，有种。另一个说，瘸子，我们不是打不过你，我们是让着你。说完他们就走了。无法体会到我当时那种感受。如果你当过运动员，你就会明白，一个人可以输，但绝对不能被让。不是我没有梦想，不流泪。
Thank you.